现在这个球队都叫得动，以前的球队都叫不太动。没有，以前比较少叫得动的，可能就是三千五。对啊，比较难叫得动，因为我们跟他讲什么，我们现在跟他讲什么，他会觉得哦，好好，然后他继续在做自己的事情，对，继续在那边。对，差不多就是这种感觉。对啊，哦，没有啊，他个性，我觉得个性也不一样，个性也不一样，因为他算是怎么讲，比较害羞一点啊，然后他那个是比较外放，对，然后就比较勇于秀自己啊，对啊。OK， 那你又想问什么呢？说真的啦，你觉得到目前为止，好，我们都很喜欢拿他跟小安来比，很喜欢拿他跟维汉来比，我们比一比更年轻的，他跟高国豪，那个国豪，他就是进攻欲望非常的强烈，然后他的处理球、控球的时机，或是说他真的，我觉得他不是严格讲起来，他不是纯控球，就是纯控球。对，但是古毛他是纯控球，然后古毛的外线稳定度又比他那个好一点。如果你是中华队教练，就他们两个只能上一个，你要选谁？哇，你这个他应该会选好笑的吧？当然了、你是教练，你一定会选择就是比较乖的学生，比较乖的球员，会听你的话的球员。OK， 对啊，你如果是找一个比较不听你话的球员上去，然后给我乱打，输了我扛责任。现在教练其实压力都很大啊，变成说其实身体的教练在打你。对，因为那天刚好不听话，跑稍微慢一点，就直接一拳给我，肿的跟猪头一样。你有注意过吗？投篮以前。你有在注意对不对？我看很多网友都有说他好像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然后有一直外线变很准哦，真的有被调整过。十个人里面大概会有五六个说哦，古毛的外线要再加强，但是很准。我发现就是从交流赛一直到热身赛，他的外线其实表现非常好。很多人是为了讲而讲而已，不然他不知道找不到缺对啊，可以讲些什么？这很最了解，对啊，我也我们常被对啊。我也是，我也了解。那我们是被干到底的弯坡了，我们也不怕了。对啊，对啊，那你无敌啊！你会对于这些，你应该没有去改变你的投篮吧？没有。所以对于网络上面这些，不要说酸民啦，我们说酸民他们心灵比较容易受创。乡民啊，讲你什么不好，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你会看吗？你会去在意吗？我其实不太会，有过最不好的时候，就因为高中就是真的是。真的就是不会投篮，然后动作也都是比较不像是现在，不是这么的顺畅，对不对？那我觉得以前比较顺畅，可是就是投不进。以前顺畅反而投不进，现在感觉比较好像有没那么顺畅，反而投得进。对，那时候想说反正都不准，那我就换成现在这个跳投的姿势，然后到了大学练了四年，然后就每年命中率都慢慢的提升，然后。虽然大家也都很多人都讲说我的投篮就是可能在职业没办法生存啊或者什么的，但是我觉得我最大的问题应该是需要思考说我的一些投篮的出手时机，然后跟一些脚步的一些搭配，所以我觉得现在我这个投篮就是已经是感觉是植入我脑袋，所以我觉得就是升华到一个境界，植入脑袋，就是球这样子一瞄篮看到篮筐就会进。那防守呢？因为我有注意到防守，其实有时候新人就是这样，因为你守到的都是很有名的，不管小孩或者是韦翰，甚至 Brickman， 对不对？你守到他们有一些那种一半一半可吹可不吹的动作，裁判大部分会想上。所以在防守上面，你会觉得说啊，我真的吃蛮多亏的嘛。因为我看像交流赛有几球，你明明就觉得超到了，然后裁判一吹，啊，就很懊恼这样子。但我告诉你是犯规的。没有啦。我觉得我就是要多看他们的影片吧，就是因为到这个联盟，就是一定是就是会对到这些学长，所以我觉得我可以提前去。做一些情搜，然后就是了解说他们的习性啊，然后就是多了解他们，然后会对我来说我的防守会有比较大的帮助。打球到了现在这个状况，
会紧张吗？会比如说会想说，明天我要对上的不管是那个球队或者是很难缠的对手，会现在会紧张吗？因为你看起来好像也不太，他看起来不太紧张，不太会紧张吗？不会，其实我是紧张型选手。你是紧张型选手，就是虽然打过很多大比赛，然后也有打过国际赛，可是不管是那种什么比赛，其实我赛前都还是会小紧张一下，还是会紧张啊。对，这个紧张是让我更警惕自己吧，就是不要太放松。哦，所以我觉得说也没有不好，为那个动力。哎，这么讲应该也是。所谓我们所谓的联盟的顶级后卫就是有小安，对，而且还对垒了好几次，三次。你有觉得你一次比一次更得心应手吗？因为就我的看法，你这三场比赛，交流赛两场，热身赛一场，这种正式的比赛，感觉你的得分是越来越多，你自己有发现吗？嗯，然后你的表现越来越好，球队，你看从第一场输比较多，然后第二场输一分，再来热身赛就把我们干掉，然后而且你的表现是越来越好。你有觉得说好像对到他？不要太相信他，他有点在弄你。他其实就是把小安放的时间也没那么多，对位的时间也没那么多，他现在在故意吧？没有啦，我说真的啦，你会觉得啊，会觉得说，哎，好像对他有比较知道怎么去对付他了吗？也还没有因为才打三次啊，小安学长也是很厉害，所以。你不能说看几场比赛打几次比赛就能完全守住他，对吧？哇哟，真的，不会中计，不会。我是说不能中计的。哇塞！我刚刚听你这样，真的都是听学长的话。好，今年猎鹰啊有一个新口号、新目标，想问一下豪哥跟古毛，你们知道是什么口号吗？超音速吗？对，没错。那你知道这什么意思吗？自由发，你就自由发挥。你知道吗？可能就是我们快速的球风，然后超音速，快吗？然后是音嘛，超音速。有很快吗？还好吧。豪哥跑得动吗？跑得动吗？怎么这样子？豪哥是老鹰啊。那豪哥会怎么看？这个口号，对教练给我们的指示也是希望说，我们打法可能就是要流动要快一点啊，然后转换快一点、啊。他一直以来执教的对对对风格特色的风格，对啊。那练球会不会觉得有点？一开始去，我觉得哇，我怎么感觉扛不住？哦，真的有点吃不消，跟着他们一直跑，顺时间我突然变成布拉了。奇怪，他们怎么进攻完了，我马上换上。每天两个，因为我练完球就是吴红英两个。哎，没有，我刚开始错，刚开始七月多跟他们打去练球比赛，那个礼拜我大概瘦了快5公斤吧。真的假的？一直跑，天哪，这样子，我想说。就是 slogan 不要用那种超音速，那个来个消费，你不是很好吗？你都瘦五公斤了，我哪瘦得了？他应该有瘦，有稍微瘦一点，大概有瘦，他真的有瘦，瘦大概瘦7公斤啊，对啊。那你们不应该找德古拉，你们应该找布拉啊！不行啊，不行！为什么？德古拉跑得比较快。屁啦，真的啦，乌拉跑比较快。屁啦，乌拉都是前第一节的前两分钟跑很快而已，再哎、欸、对，过三分钟都有的，对啊，好，对啊，队友，对啊。OK， 那你来讲一下，你觉得德古拉跟乌拉两个都超级常人，你其实队友，对，我觉得打法上虽然说。有一好没就是没人好，对，因为你布拉他的吨位跟能力在那边，而且没有，而且他真的打法比较聪明，是，他今天在下面他不会出来啊，哦对，啊然后德古拉是会就是很认真，很认真，很乖，很认真，对，所以我们球队全部都是很乖的。好啦，你们今年的展望嘛，说实在，因为去年没有你就没有进到季后赛嘛，对，对啊，觉得今年。那今年其实像整个球队的战力，然后整个制服组，整个球队的氛围也都做了跟去年大大不同的改变。嗯，那其实教练跟每一个球员，跟我跟所有的球员，包含全部啦，就觉得说我们一定要先冲击季后赛。是，
然后再抢冠军赛。冠军赛是对啊。那其实就是以这个为目标了。其实大家从暑假开始就是加入这个团队，其实就是以这个目标一直训练到现在，即将要开机这样。OK， 古猫来排一下，你觉得今年的预测一下？预测一下，嗯，你自己预测。例行赛从第一名到第六名。来预测一下，真的啊，真的啊，预测而已，还年轻呢，不好说啊。那我没有要，现在没有啊。你现在背后，等下不会啦，不会啦，不会，没有要挖重点跳，你自己认为，自己知道这两个是专业挖的，没有你。你在想要怎么回答？例行赛啊，例行赛你就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我知道，相信你知道的。他其实对他真的是有爱，对他真的有爱。你们两个睡一间吗？没有。那真的对他有很没有啊，照顾就是以前你教我的照顾小学弟是正常的，你以前没有那么爱啦，没有，他以前照顾我，真的，我们以前在花莲比赛啊，或者在哪里比赛，他其实都阿哥也蛮照顾。花莲比赛，你说我们跳墙，然后唱歌，然后啊。跳墙出去唱歌，回来早上遇到严哥。你没关系，这样子好了，你不要管，你不要讲其他的，对，全他球队。你觉得例行赛你们会排到第几？你不要讲下去，这样就不怕了吧？但也很难回答。你在球场上面要打一个战术都要想这么久吗？不会啦，你就依照目前磨合的状态。对啦，就对于我们球队的希望，就用希望来说，我们现在大概例行赛的位置会在哪边这样子？应该有前三名吧？应该会有前三名，那你希望放在第几？希望放在第二名。第二名哦，那我帮你问。坐二望一。那你觉得台啤会在第几？台啤哦，没有啊，我要问他。哦，那你觉得台啤会在第几？台啤前三。前三，那我上个位置是哪一位？我希望我们也可以坐二望一就好了。因为一给你们，我们坐二。哎呦，必须啊！好啊，我刚刚就跟他说，真的你高国豪翻啊！没有，国豪是热情活泼。今年的，就是台钢已经真的很有看头。好的，那真的今天刘老师说很开心啊，真的完全看出来。对，真的，所以也希望在新赛季，台钢猎鹰真的有很好的这个表现，很好的名次，好吧，有很好的收获。那当然呢，大家也一定要多多进场收看 T1 的比赛哦。那如果说你们有什么想法啊，还是怎么样，要怎么样？要按赞、订阅、分享、留言、开启小铃铛。没错，尤其这一集呢，一定要多多来留言，因为。他们有礼物要送给我们呢，这是什么？光庙面，跟球队联名合作，跟球队联名的光庙面嘞，然后上面还有猎鹰的 logo， 蛮可爱的耶。你不说我会以为是就是有海眼睛口味，哇，很漂亮耶！台钢猎鹰的和联名的光庙面呢，就是说你要在我们下面留言，然后。我们的台钢猎鹰的古毛跟戴豪他们会自己来挑他们喜欢的留言，然后你也就有机会拿到了，好不好？好，今天还是很谢谢两位，谢谢。那记得要锁定万事都可聊，拜拜。